佛光照大地，法喜满人间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张玉成，欢迎收看人间新闻。新闻开始呢，我们来看喜讯哦。这是南华大学的棒球队日前呢是缔造了队史上最佳的纪录，抱回 UBL 大专棒球联赛的亚军奖杯。而为了感谢幸运大帅的栽培，他们趁着新春期间还特别回到了佛光山来献奖。看向镜头，南华大学棒球队把 UBL 大专棒球联赛亚军奖杯献给星云大师，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代表接受，而三号体协会长刘昭明也一同见证荣耀时刻。我们这一次的表现真的是很好，我们这一次的大专联赛我们有全部有124队，那我们南华大学能够脱颖而出。表现真的很好，因为这回他们可是缔造了队史最佳纪录，也为佛光山体育弘法之路立下全新里程碑。大师创办三好体系，我想大家除了打球之外，其实大家还有一份很殊胜的工作，就是在传递三好的精神，所以这一点呢也要非常感谢大家。你们在这个过年期间带给我们这个胜利的欢喜，非常感谢大家。虔诚上香礼佛，新春期间南华大学棒球队回到佛光山分享荣耀，也分享一路走来心路历程，更在光照大千璀璨灯火当中受到佛光大佛加持，冲宝殿准备再创荣耀。因为是台北高雄综合报道。